那天我不知道打了多久电话，而他一直看着在窗外。谢哥，客气什么呀，都是同胞。这酒没问题吧？这个时间地铁里的人就这么少啊？这条线路人少。哦。正式认识过呢。那你想怎么认识？我叫殷果，那个我知道你给我发了第一条消息就说过了。哦，对，好吧，全忘了。我跟我弟是一届的，我们都是大四。我这学期没有课，我弟专业也是。我们来这边是因为他申请了这边的大学，所以想提前过来适应适应生活嘛。但是他没有来过，所以他爸他妈就不太放心。我之前来旅行过，而且刚好报名了九球公开赛，所以就提前两个月陪他过来。你看过我的全部有效证件，还有什么其他想知道的吗？出生地、出生年月、学校，包括家庭地址，你都知道。除了所学专业以外，想不出还能交代什么了。不是，我那天真的不是想要看你隐私，我没有认真看，我就，只知道你27岁，比我大6岁，对吧？对，我本科是在国内读的，毕业之后工作了2年，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来了这里。在这边学的是传播 part time 3年，今年是最后一年。平时的话基本都在核心，偶尔过来合二。还有什么其他的你想知道的随时问我。没有了，没有想知道的。甜酒喝过吗？好喝吗？就是酒，不过是印在甜品单上的，还不错，试试。酒是甜的吗？尝尝看，味道不错的年份甜酒，不多见。你喝过吗？上个月开酒的时候喝了一杯，
酒这种东西，每一瓶都独一无二，尤其是有年份的，能喝到，都是独一份的运气。你手里的，是最后一杯。那我得好好尝尝。好冲啊，有点烧喉咙。是有一点甜甜的。挺好喝的。问你个问题。你问。男朋友吗？或者说，看得出来，我想追你吗？是不是信号不好？啊，这里信号不太好，我出去吹下风。你今天回来的比上周早啊？想早点见你啊。你打火机挺漂亮的，还可以。你的呀？借我看看呗。多久的火车回来啊？火车快四个小时，加上等大巴、等地铁这些赶路的时间，大概六七个小时。那你每周往返要十二三个小时啊？差不多。这时间都快能直飞回国了。能抱吗？不能。
下一秒出现，用一个拥抱画个圆。不能还往我身上扛。堵门口了，这太窄了。这儿回去了，你在这儿干什么？要不还是去我房间吧。你两个咖啡豆。这个冬天冬是我给你的吗？好天空气里蔓延，用一句晚安梦里见。你听旋飞舞的声音，给爱情可乐睡吧。许愿下一秒出现，用一个拥抱画个圆。睡得好吗？啊，新买的凳子，要试一下吗？这个不是我们上次去的卖咖啡豆的店吗？你什么时候又去的？昨天回宫内的时候，绕了一点路，去了一趟。不老实。什么不老实？从车站去那儿，再从那儿回公寓，何止是绕了点路，那是绕了个大远路。我一次性买了好几种口味，你可以都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话，以后再给你弄一点。你怎么买这么多呀？别一直盯着我。啊！杨哥，他们说是来找。万一有人，就五分钟，没那么巧。Hello, I never was so sure to say it out, but maybe it's too much to hold it down.Starlight.
莫良子，周末回来。除了要不要再说点别的？再见又是下周了。我们可以发消息。我又不是这周就走。要到四月初呢，等我回来，快的话下周四。就是想来看看你，你忙归你忙，不用管我。我是不是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我可以自己待着。我嗓子难受。你怎么弄的？不是，你是不是生病了？发烧了吗？你看医生了没有啊？还是自己吃药了？啊？怎么回事啊？哦，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嗓子难受。你这样，你打字跟我说，你快点，我着急。没事。你怎么都不说呀？你今天都没说，前两天也没说。心疼死。好了，好了，我。我前两天脸色一直都不太好。怕让你看见了，影响心情，影响你训练。你快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还有生病的过程。我没事。什么没事？你都这样了。你说详细一点，你之前就瞒着我了，不信你等一下。你看这个。你等等等等。都是一些 VC， 还有一些润喉的。没有感冒也没有发烧，真的没什么问题。没有发烧。
我发现异地恋的好处。你每次见面就像刚认识，刚在一起。你笑什么？我们本来就刚在一起，失恋。对啊。感觉你这个嗓子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一个星期，谁说是想和你聊天了？给爱情可乐加了冰，许愿下一秒出现。怎么了？手太凉了，怕冻着你。你知道凉还不多穿点衣服？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楼下倒垃圾，来不及上楼拿衣服了。那我在火车站又走丢不了，你着什么急嘛？不想让你等。订个酒店吧，我怕完了就没有房间。不用订。我们什么也不做。面试吗？不去了，舍不得。怎么这么香？刚刚洗完澡，睡前洗。你过去都老大不小了，难道不知道女孩子洗完澡都是香的吗？过去什么？不说了。你过去。
笑什么？怎么伤的呀？这么好看。花言巧语。老实交代，过去是不是很多人追你？我哥在我们学校有好多徒弟，初中就放话了，不让人追我，所以在学校敢跟我说话的男生都少。看来以后要好好感谢一下孟小冬了。但是有一次，只有一次，莫名其妙的被训。我们班呢有一个留级生在校服后面写我的名字，我根本就不知道，就被老师叫去办公室，非得说我早恋要叫家长。我哥去了，我哥看着我们班大合影就说，不可能是这个人，我妹没什么好眼光，只喜欢长得帅的。还好我长得还可以，不然真没有把我追到你。真自恋。你知道吗？我是七中的。你是七中的？嗯。那离我们学校只有5分钟，走路就可以到。你再讲点，我想听。想听什么？你的过去啊。我爸妈是一块走的，在出差的时候高速路上出了车祸，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公司，两个部门。本来我妈一直在家里带我和我弟，就那一次忽然想和我爸一起出差，你能说出来，应该是放下，对吗？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没有了，我不想问了。我刚刚在睡觉，是被你吵醒。我还困着呢，抱你去床上。为什么带这个？那时候大学刚毕业，特别迷茫，也不知道以后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去了一个海岛玩，路过了一个卖项链的商店，就看见了这个。那怎么没有指针呀？因为没有方向呀。那时候跟做项链的人聊，说等以后等以后找到方向了再把指针补上去。你手机响了。你的？我没开。振东，不是我的，就是你的。我看看。哎，别动，你别看看。你的？你还骗我？说。你读博的事儿差不多了？不想读了。啊？为什么呀？你怎么了？这次机会真的很不错，你要放弃那就太可惜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本来也没听的。不说了啊。
女朋友在这儿。啊？为什么不读了？不是说了吗？本来也没定呢。不会是因为我吧？想提前回国？你怎么知道？啊？你别冲动啊，这可是大事儿。我知道，逗你玩呢。醒了。嗯。我手机呢？放心，衣冠整洁着呢。怎么样，乐不？嗯，我就是饿醒了。带你去吃好吃的。笑什么？你跟我在一起，除了吃饭就不能做点别的。
错过了一次生日。没错过，不是在一起过的吗？不一样，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呀。走了吗？走吧，你到了告诉我。那我走了。吃饭多喝水，知道吗？不然我会担心你的。好，知道了。去吧。Wait。林阳。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崇拜，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不再离开。拜拜。都在门口了。刚才最后一宿。为什么晶体那儿繁中带更漂亮？我擅长打薄桥布。一场公开赛还没有打完呢，就熬不住了。什么呀？我帮你算一下，
今天是周六了，周四的话确实没有几天了。所以快抱抱我吧，能够抱一分钟是一分钟。醒了，我都怕你睡傻了。真睡傻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睡傻了怎么办呀？啊？哎呀，林亚，你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吗？40多度的酒，你喝了快两瓶，我给你灌了3次解酒药呢。解酒药这东西，事后灌好像没什么用。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洗过澡呀？记得一些。那你记得吃了面吗？我还吃了面。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干了什么？我们干了什么吗？说说看，想听。我说着玩的，我说着玩的，真的。我知道。饿不？不饿，想跟你聊聊天。聊什么？我发现你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还特别会招人。你跟别人也这么说话吗？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姑娘？跟谁都能谈一场吗？
怎么了？你说外面都是阴阴的，一会儿我们上山不会全是雾吧？不会的，太阳一会儿就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我看了软件。要不要把厚衣服穿上？一会儿上山了，该冷了。我给你了。原本的计划是租一辆皮卡，装一车雪运到沙滩，给你堆雪人。后来改变主意了，一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山顶上的雪太少，二是因为装一车雪动静太大，要是被你提前看见了，就不能再惊喜了。装的不多，随便玩会儿，快点。哦哦，对，这雪一会儿就化了，你快帮我一起把它堆起来，堆一个雪人，这样化了怎么办呀？你帮我一起吗？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宠爱，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不再离开，一起面对平淡和波澜。Falling in love， 整个世界那么甜，去实现没有实现的诺言。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怎么了？没事。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宠爱，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不再离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怎么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那么多人看着你，开心吗？开心，开心死了。想不想吃冰沙？冰沙？对，这里的菠萝冰沙不错，我去买。我们坐旋转木马吧。好，走。So fond of memory.
It takes forever just to find the love to live a life under the starlight. So would you say it back? Dive in the direction of us and let the starlight out and shine. It's just you and me. There's nothing our worth it can't do. So find a way to find our love. Love the shine. We might have made a few mistakes, but love the shine. The only way to find ourselves through love the shine. No matter how the snow is falling.给你的不多，谢谢你，谢谢你让我重新走入赛场，谢谢你把自己完全交给我，交给一个未来还不稳定、没有家的男人。望远镜效果怎么样？你还装，总想骗我。你还笑，哎呀，怎么办呀？我都不想回国了。你以后打算回国吗？如果你不想回国，那你就等我一两年。我先跟我爸妈商量一下，我回去，我回去。照你的节奏生活，林果，我来迁就你。能做的事情都让我来。后悔吗？找了个一开始就异国恋的。后悔。你应该，应该回国再追我。那就一直聊着，聊到我回国。那也不怕我是感情骗子啊，就光聊着不顶破那种。
还是路上用。要是不够的话，飞机上还有。我没那么多眼泪。再不走，这段感情，认识了，好像不认识。不是每天都会视频吗？那不一样，见到真人感觉不一样。难得见你穿裙子，因为我们认识是在冬天的，好看吗？好看。你要是喜欢的话，等你回国了，我就买各种好看的小裙子，天天穿给你看，一年四季。觉不亲近了，有吗？有。你刚进门就抱了我一下，然后就松开了。先看礼物。今天不是你生日吗？我提前给你买好的，顺便带过来，省得再给你寄。先看我的。不，先看我的。我回国的时候穿走了你黑色的那件，我就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白色的情侣款。
好看。又看你的了。什么呀？项链、耳钉。这是我第一个冠军的奖金，不是很多，随便花。这怎么能行？这是有纪念意义的，不能随便花，得好好存起来。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你坐长途飞机回来有没有睡啊？落地我就直接过来了。哎呀，那累死了！你快，你快上床，躺着睡一会儿，快！鞋脱了。其实我也有点怕见到你。怕什么？怕你对我感情淡了，怕我们陌生了，怕我一个没看住，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却跟别人跑了。那我也怕呢。我还怕你名气越来越大了，别人拐走了。都是我的感冒，爱情。Is it the sunshine calling at us? Everything I did leads to you. Oh, isn't our fate so undeniable? Everything we did leads to us. Lovely you, how'd you steal?最近有没有人追你？说到重点，有，可多人追我了，但是我一个都没记住，都没你长得帅，只看上我的长相了。林亦扬，欢迎回国，欢迎回家。好像变好看了，长开了是不是？谁教你的？一点都不像你说的话。回来这一路上想了半天，就只想出这一句。江阳和孟小冬有没有女朋友？我确实不清楚。我能确认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不是单身。
不行，我还是得去洗个澡。很快，很快，很快。床单被罩都换了，累了躺一会儿。我先给小天看论文。你刚来就帮他看论文，休息一会儿嘛。不是等论文吗？今天怎么回事？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想起你了。Let me rephrase the question. Who are you here for today? Last year, I was at a small bar. That's the first time I saw her. I didn't go inside. Instead,I stood outside and watched her for about 5 minutes. Of course, she didn't know this. I can still recall my thoughts at that moment. I have to meet her. I have to go inside, buy her a drink, and get her number tonight. I know exactly what I was thinking.I knew. I knew she's the one. But I have no idea how to approach her or what to say to impress her. She's so pretty. I was scared to.Make any mistakes. Trust me. I was really afraid of screwing it all up. I got it. So today, you did it. Yeah, I hope so. And I think I will make it. What? Is he saying that he hasn't made it yet?Lin, you really disappointed us. You were the most outstanding star player, and you haven't won your love? Unbelievable. It's heartbreaking to know that. 你快说出真相算了，人家明显是不会放过你的。
要再这样下去啊，估计全场都得疯。To be honest, tonight's rating is all relying on you. Yes, you left us cruelly that time. Now you must give u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here. Well, what can I even say? She's so perfect. And I might ne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seeking for love. So, I'm not in a hurry.I'm not in a hurry at all. 找我？明知故问。找我干什么？怎么都不回微信啊？有人，有人，林亮。你是想我了，还是过来安慰我？你因为我妈妈的话，对我有意见？不是，还说不是。没话讲就没话讲啊，装找东西。没在装。你刚问那两个问题都不是。我没事找你。没事就回去吧。我一会儿也走了。我送我弟回去。他们家住外省比较远。回到很晚。等着，小果，英国。放鸽子了，是我放了人家鸽子，让他们先过去。跟你闺女问好，我先过。不是集训去了吗？怕你心里一直不痛快，影响比赛。
我过来看你一眼，我就走。知道心疼我了？我心疼你，你也不心疼我呀。就算你不过来找我，我今天晚上也会再开车去找你。花言巧语，受不了和你吵架，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本来是想昨天晚上就去找你的，但是又怕说错话让你不开心，所以才决定今天早上，想今天早上当面道歉。我昨天跟我姐争了两次，都是在说你的事，结果你还凶我，凶得莫名其妙。看着烦，孟小冬的那小子。我跟他没有关系，你不是知道的吗？程岩当着你的面连话都没跟我说，你听了几次？我，你不。今晚几点回去？没有具体时间，今天晚上就行。那还早。问你个问题。嗯。是谁跟我说自己特别好哄，只要买点好吃的就能哄回来？跟我想跟你拿樱桃，喊你名字都不回头，脾气不小啊。没锁门。没人会进来。两个多月没见了，要是还是不想这样，你就该考虑是不是该换个男朋友了。对了，给你看个东西。有指针啊。什么？fruit， 小水果，小果实，小果，都是你。你都没跟我说过。现在不是和你说了吗？当初带他，是因为一直飘着，人生没什么方向，所以没有指针。做他的人还开过玩笑，说他以后有了心上人，就把他的名字放上去。你什么时候弄的呀？你走了之后，年初那会儿，当时那人还问我 ，Fruit 是不是女儿的名字？那你怎么说的？我说，女儿没这待遇，老婆才有。
还好没丢。尝尝。怎么样？好甜啊。不用客气。从来没跟你客气。所以，你昨天跟我不高兴，只是因为那个。哪个？怎么？连自己前男友名字都记不住了？他不是我前男友，不是，真不是，他真的不是我前男友，骗人是小狗。好了，我知道了。你干嘛去？再给你找点好吃的。林亦扬，你有没有创意？永远只有这一招。笑来着，我居然都梦到你在核心的小公寓。那个公寓退租了，下次再去只有住酒店了。最自由，是不是？昨天看你敬茶的时候，感觉都不是你了。其实，在那边也不是我。当初出国留学，是因为觉得工作无聊。没什么追求，想着再读几年书，能把眼界打开一些。其实我一直想打比赛，只不过过不了自尊心那关，就一直让自己飘着。起床了，不要，你再抱一抱。有车来了，哎呀，不行，我走了。哎，不行，要是被人看见了，那我家里不就知道了吗？再待会儿，两分钟，好吗？别闹！行，你一定要，会好好的。就是我，
过那个，那个，晚了一周，就是在沈阳比赛完，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讨论室内运动会的事儿，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先去药店，然后可以自己在家测呀。对，那我去买，您等我。这样，应该就是没问题了吧？高兴吗？我看你知道没有，你也挺高兴。当然，我刚才想到我22岁的时候。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还是想再努力一把，多读点书。如果那时候的我就停下脚步，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林亚了。走过的路，看过的世界，所接触的人，都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让我裹足不前，停留在22岁，那我绝对会不甘心。现在的你比当初的我优秀，而且还可以更好，所以生孩子不生孩子都可以以后再考虑。你这大道理懂不懂？谁让我比你老？还行吧，看着挺嫩的。六哥，刚刚程燕找你，想要找你商量压事会的事儿。嗯，知道了。老被外人惦记自己家里的大白菜，这种感觉太不好了。你修了好几层篱笆，感觉还是不踏实。程燕是九球队的副队长，离不开的。你用你说说。你干嘛？哎呀，去哪儿？哎，你。你是不是喜欢攒这个呀？我看你在国外的公寓里也有一罐。
这就是那一关。我以前喜欢自己带着的时候，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啊，打量许愿。嗯，差不多那个意思。好多呀，这个我见过。说吧，许个愿，想要什么，我满足你。说吧，想要今天顺利。放心吧，今天我会保护好你的，那个是我家，我的地盘，什么都可以，只要你父母可以认可我。时间都去晚了，我知道，见父母我可不敢耽误。紧张吗？明知故问。哎呀，谁都拿不住的林亦扬，现在要登门被人围观打分了。还好，我最不怕的就是被人打分。送你个礼物。什么？摩托车？什么？没有东西啊。这不是我赫尔公寓的钥匙。这是你的钥匙串，有印象吗？有啊。你不会是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住？你把它买下来了？当时买的太着急了，全款不够，就贷款买的。不过等今年年底，差不多也就还清了。不是，你买它干嘛呀？你又不过去住，这不是浪费钱吗？你回国那天，拉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特别舍不得的回了洗衣房看一眼，还拍了照，记得吗？啊。结果照片拍糊了，你还让我回去再给你拍一次。那个时候我就决定，等毕了业发展好了，攒下了第一笔钱，就是要把那个公寓买下来，最好是同一间。要是不行的话，也要在同一栋楼里买一间。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送人礼物哪有提前说的呀？那我们下次回去做一个手续。这间房子是你的吗？你什么时候买的？在打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开始攒钱了。你这个大傻子，你应该跟我讲的。你这样就不用贷款了，我有比赛的奖金，我们可以一起买呀。
那还像什么话呀？那怎么不像话？这个人可真能造钱，哪有你这样的？要买房子也肯定先在这儿买，谁会买一个不常住的嘛？这里的？嗯。你是说婚房吗？不是，什么呀？谁说让你买婚房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刚登门就说要买婚房。那不是我买的话，也不可能让你买啊，那多不合适啊！我没有在跟你讨论婚房的事，不是，我没有在跟你讨论结婚的事情。哎呀，谁说要跟你结婚啊？不跟我结婚，为什么？因为要跟别人吗？不是你这。恭喜你，林队长。来点实际的。真想带你回去啊。不想把你上去。快了。等比赛结束就可以天天见了。我今天晚上呢要回北城开会，我们得明天在基地才能见到。为了庆祝我们明天进入集训基地，我今天要给你好好收整一下。收整？我没得罪你吧？好好整理一下。我要帮你整理一下脸。你会吗？你教我呀。是这样吗？我开始了。疼不疼？不疼。恭喜你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部比赛资格。别动，别说话，一会儿刮到。明天就进集训基地了，你就是我的队长。今天你听我的，在队里我听你的。送我的赛后礼物，不用谢，无动于私都是应该的。这怎么还分公司啊？女队在男队压力最大的时候，拿了至关重要的一块金牌，替大伙解了压，应该的。好吧，那这个感谢我先替大家收下了。还有呢？还有什么？不是还有于思吗？庆祝我们第一次一同代表国家出战，
哦，这个也确实是值得庆祝。嗯，还有呢。酒店的，哇，好美啊！怎么了？你不对劲，你非常不对劲。应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好像没了。过去吧，你朋友应该到了。嗯，好。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不许喝太多。为什么觉得我们会喝酒？肯定喝酒呀，大家出来玩这么高兴。我们还得玩好几天呢，你可别把自己第一天就喝倒了，然后后面几天都用来醒酒。放心，今晚绝对不会。好。走吧。你不是说你不会弹吉他吗？他是不会，这是跟我紧急训练了70天的成果。干嘛呀？有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楚门呢，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每天被所有人围观，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世界是虚假的，除了他自己。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出现在他的世界里，告诉他了真相，让他知道他的世界是虚假的。这十几年来，我给自己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其实看起来挺不错的，但那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的世界里也出现了一个女孩。把我带出来了。
刚加上你微信那会儿，我在火车站看你的朋友圈，看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你的朋友圈里有很多我过去的生活和圈子，谢谢。其实我没有。你带给我的太多了。你的每一场比赛我都看过，不止一遍。是你帮我克服了障碍，让我重返赛场，是你给我了勇气，让我回到真实。还有那天你打赢了比赛，跨越了大半个场地来牵我的手，就是跟我传递胜利的喜悦。知道吗？你传递给我的不仅仅是喜悦，还有对一个项目的疯狂热爱和一个赛场之王的骄傲。这些都是我弄丢了很久但找不回来的东西。谢谢。谢谢。你不会是包场了吧？如果只是今晚所有人都恰好有事，
除了我们俩。So sure to sit it out, but maybe it's too much to hold it down. To look away the night sky. Hello, you never was so fond of memories. It takes forever just to find a love to live a life under the starlight. So would you say goodbye? The only way to find ourselves through love and shine, no matter how the snow is falling. Ooh. 曾经的我，无论多努力多拼命，都会感到空虚。既然生活不公，为什么要拼成这样？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没有真心想要的东西，更没有非要在一起的人。直到在暴雪时分遇到你。